二一，开机。我这次回到国家应对完全是出于自愿。我做的违法事情是。停。再来。开机。我甚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愿意接受国家的惩罚。我要强调，这个是我的个人行为，与其他人无关。我不需要和家人见面，好让我好好反省自己。香港自古以来都真的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。停。哎，再来一遍。香港自古以来都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。十年前我组织非法占中，组织反党反政府非法行动。我在半年前搞的香港中之政党说民主之策，都是一些分离国家的事情和具体行动，因为我已经触犯了中国法律条文。我很后悔，希望这次以后国家会比我宽一点，处理重新。我确定以后是不可能再犯这个情况的。停。好，最后一句，再来。我现在生活很好，上费自己发挥，然后圣皇的组织香港最急是拥护一国两制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快点，再来。准备，三二一，开机。我现在生活很好，每天学习劳动，我感谢国家。我坚决反对有组织借题发挥圣皇我名义的颠覆国家行为。香港人应该是坚定拥护基本法和拥护一国两制。停。好，过了。人生如戏，在这一出扭曲人性的戏码，想重获自由就要隐瞒真相，想继续说话就要满口谎言。没人会知道几时轮到你成为下一个演员。我们的命运根本就不应该跟从其他人的剧本走。我们城市的未来，香港人的故事，应该由香港人去谱写。我是罗冠聪，9月4号，香港人一起站出来自主未来。